把他哄睡着了，然后下去上一节课40分钟，然后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他还睡着。他睡觉之前我跟他讲，如果你醒了然后我不在家的话，你自己穿好衣服，把电话手表也放在他旁边，他可以给我打电话，然后他可以自己衣服穿起来，然后自己下去玩一会儿，或者在家里玩一会儿。观察一下，你感觉它差不多了吗？就把它关了，你看一下。差不多了，我都快想吃了。我再弄一个就好了。妈妈。嗯。我差不多了，我都想吃，我饿了。好的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吃。外面的好吃还是我的好吃？外面的好吃。什么？外面好吃。胳膊肘往外拐。你上次怎么说的？不好吃啊。嗯，对，这还差不多。妈，不好吃。我骗你的。你不蘸一下番茄酱吗？蘸点番茄酱啊。番茄酱不是在你旁边吗？这瓶子太好看了，以后就是做果酱的话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瓶子了。哎呀，我就是冲着这个瓶子买这个东西。还有一个蓝莓果酱，要不买蓝莓的吧？这个吧。好的。我超市回来的路上看到有一家，家附近的一家水果店，人特别多。我这两天都看到他那边人特别多，然后就进去看了一下，发现他就是刚开业，然后，真的特别特别的便宜，这么一个。这么大的西瓜才25块钱，然后我看到其他水果也很便宜，我打算，明后天去他那边多买一点水果。哦，听到声音了吗？裂开的声音，超赞！
西瓜很好啊，籽也很少。好甜，明天给我妈也买一个。夏天好像，哎，是已经立夏了吗？好吃。